谁，大家好，娘娘。瘦了，带着孩子就会很瘦了。你有三个，对对，差距就是他三个是这样，我三个是这样，不是他三个是这样，我三个是这样。蔡少芳和谐参加同一档节目，两人相见亲密拥抱打招呼，不过腰围对比明显，同样是生了三个孩子，和谐自己都忍不住感叹怎么差距这么大。不过这和每个人的体质有关，妈妈们都是很厉害的，也不用对自己那么严格了。蔡少芬当初怀孩子的时候还在剧组拍戏，连孙俪都说后来才知道，大家都有后怕。蔡少芬也是个神奇体质，生了三个小孩状态依然满分，和老公孩子一起出席也十分温馨，人生赢家呀。谁会绕口令啊？你呀、啊，你再大声一点，跟弟弟他们说。叮叮，绕口令，可可口渴要水喝，可可。